你哪那么废话？要不你拍？让他微笑，微笑会不会？笑好吗？这样拍出来才好看。好，对，好。哎，又去干嘛去啊？怎么了？呛水了？其实吧，找个方法不会呛水的。什么方法？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一条白蛇，在水里游。白蛇？白蛇怎么游啊？就白蛇就不停在水里头摆动身体呗。你自己去体会一下，肯定能好很多的，肯定不会呛水的啊！再试试，再试试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，再来啊！再来。你把那个裙子打开，打开才好看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裙子太大了。哪那么多事啊？哎呀，不好看，我怎么拍呀？你赶紧拍啊！这么啰嗦。我要下去吗？对呀，夏薇，你得笑。哎，别笑。怎么了？我脚抽筋了。来，上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小心点。小心，哪个脚抽筋？这只。好了，停拍了，别拍了。没事。什么好多了？抽筋啊？好多了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那就拍吧。好，那这次下去以后啊，要像水母一样，知道水母吗？你演个水母给我看。别拍了，走。那我休息一下，我休息一会儿就拍。来，快披上。好点吗？哎，行不行？能不能快点拍啊？能拍得了吗？你看这样，这儿这么冷，谁受得了啊？我也怕冷啊。行了，我也找点热水喝去吧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太笨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去跟他说啊。要早知道这样，不找你拍了。这跟你也没关系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今天还别拍了，怕你感冒。没事儿，没这么娇气。要不然你帮我倒杯热水吧。热水，好。谢谢啊。你这哪是折腾夏薇啊？你这是折腾我。你答应了我的事情就得办，赶紧回去接着拍。你看那夏薇被折腾的，差不多行了吧？不。我就是让他尝尝被人耍的滋味儿。要不这样，你干脆开骂，比这样来劲多了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白辛苦的。哎呀，我真的挺为难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拿着天诺一分钱，还拿着我的一分钱，还不赶紧开工啊？别说了。明宇，红玉，你太过分了。完了，穿帮了！哎，来，你走。去哪儿啊？你被耍了。我不走，没几个镜头就拍完了。你被人耍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反正都已经快拍完了，就给我闭嘴！阿奇，试一试，没事。我休息好了，继续吧。那个不用了，剩下那几个镜头不用拍也够了。你信不信我揍你啊？哎，明宇，摄影师也请来了，而且这么多工作人员，你不能让大家都跟着白干吧？我问你，夏薇一直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这样整他？阿奇，阿奇，夏薇，
真不好意思，都是红玉让我干的，对不起啊。你混蛋！哎，米雨，对不起啊。红玉，是你让摄影师这么对我的。是啊，陈明宇，你让我撤诉就是为了让米尚琪不告他是不是？我是为了你们两个好。陈明宇，你现在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我是为了你才去见米尚琪的。哎，别走，我看谁还敢欺负你。你别走。那这个劳务费呢是5000块，去掉这个劳务费呢我还欠你85000，签个字。你都快感冒了你。啊，走，送你回家啊。你先把字签了。你呀，要钱不要命，活该呀。医院吧，啊！我不去医院，我自己就是护士，还去什么医院啊？白花钱。肯定在水里着凉了，都是那陈明宇干的好事儿。跟陈明宇没关系，都是红玉安排的。红玉？红玉是谁啊？陈明宇女朋友。谁让你跟他来往的？出去的。妈，我头晕，你帮我去拿点酒精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拿啊。这丫头骗的那么坏。我问问你，你这么耍下回有意思吗？为啥打不平啊？你管得着吗你？你看你人模狗样的，你心里那么黑呢？要不是人下回救你，你早就让人家办好了。你不谢谢人家，你还落井下石，你什么人啊？那是他咎由自取，谁让他缠陈明宇了？你管不住自己男人，你怨谁呀？就你这样，别说陈明宇了。就是给我倒贴我，我都不稀得要。你跟我出去。我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我压根我就没进你家门，我去哪儿？你现在就是私闯民宅。民宅？我就不出去。好，我现在就把你的出租车牌号拍下来，投诉你。投诉我，我就怕。我还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敢投诉我。我就敢让全江州的出租去宰你！你干嘛呀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不是不怕吗？来，你拍，你拍！我就不信了，你不就是投诉我吗？哎，你把照片给我删了，给我删！站住！出去！到这儿啊！走着瞧。哎，美女，就商量商量。这中毒不过女人心啊，几百块钱没了。爸，我要告米尚琪。哎呦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？打官司对你没有好处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无所谓，反正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告他。那个米尚琪已经被明宇打得头破血流了，这口气你还没出来啊？
他是被夏薇打的头破开花的。谁打的？就是一女的，叫夏薇，就是那 Babyface 的服务员。夏薇是位服务员，她不是医生吗？她以前是医生。爸，你认识这夏薇啊？你有他的照片吗？没有。他妈叫什么？爸，我在跟你说我要打官司的事，你老问他干嘛呀？爸。夏薇。爸。哎。我要告米尚奇。哎呀，不能告。那我不管，你要不管我找别的律师。哎，红玉，红玉，等会儿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叫夏薇的女儿给我找来呀？啊，爸，你怎么老想找她呀？哎，我想问一问她，这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行行行，去吧，快去。告我们吧，我们又没做什么，告我们干嘛？那找我们干嘛呀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红山找到夏薇了。什么？陈总。那两个天珠你还要吗？当然要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就在红山事务所门口呢。夏薇进去了。夏薇去红山那儿了。受不了，还得看你表现。你看，发芽都乐出来了，表现还不行啊？你也得理解我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就那么欺负夏薇，不能说欺负吧，就对待夏薇。我是男人啊，我是爷们儿，我能不管吗？是不是？你哪像爷们儿啊？行了，红玉，找我什么事？还是米尚奇的事儿，我爸想跟你问问当时情况。不是，红楠小姐，你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完了就完了，咱不能没完没了吧？你管着吗你？你跟我进去吧。哎，你数跟屁虫啊？没事儿，你就待这儿吧。跟律师说话千万得小心点啊。啰嗦。夏薇，夏薇啊，叔叔好，就是他打的米尚奇，有什么你就问他呗。好，我爸是律师，你就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吧。啊，
私下谈谈好吗？我在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孩子听话啊！来来来，你妈妈叫什么？我妈妈叫何雨辰。爸爸呢？爸爸夏希文。您问这个干嘛？好，我是听说，听谁说的？你知道陈金宇这个人吗？见过，我是他们天诺的签约代言人。哦，他没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没有。您到底是要问我签约的事儿，还是关于打米尚奇的事儿？你知道不知道天珠？天珠？天珠。你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爸爸和陈天诺的关系？没有，我就知道我妈很讨厌陈天诺。我爸和陈天诺有什么关系啊？陈天诺呢，和你爸爸曾经是好朋友，他们两个是工作搭档，当时创业的时候开办了这家天诺珠宝行。这个事你没听说过？陈天诺生前一直惦记着你们母女两个，他一直想找到你妈补偿你们。他要找我和我妈？我有点糊涂了，您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有，您怎么知道我爸的事情？哎，怨我怨我，你看啊，咱们俩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说了这么多，是过于唐突了。你等等啊。夏薇啊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洪山，是洪玉的父亲，也是陈天诺的好朋友。你怎么来了？是洪玉让我来的。金宇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是我让洪玉叫他来的。我找洪律师有非常要紧的事，要不你先走吧。啊，那我还有别的事吗？夏薇啊，以后我会跟你联系的，今天麻烦你了啊。好。爸，你问完了？问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你不要以为米尚奇的事情就这么算了。你要怎么做都可以，不用告诉我。怎么，你以为有陈明宇护着你就没事了？哎，有没有点良心？会不会说话？谁没良心？会说话。你有良心，你就应该感谢人夏薇，对不对？别说了，我做什么不用他感谢。走吧，夏薇。只要你离开陈明宇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什么都不需要。陈明宇他根本就不爱你。红兰小姐，我送你句名言吧，这个聪明的女人对付男人，这个笨女人才对付男人。
算找个合适的机会，再把找到夏薇的事情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和夏薇迟早是要见面的。你就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红叔，事到如今，无论我说什么，您都抱着怀疑的态度。但我实话告诉你，是明宇先找到夏薇的，他们早就认识。然后呢？明宇喜欢上了夏薇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红玉告你上棋吗？是因为陈明宇为了摆平这件事情，卖掉了改装厂和所有的车。陈金宇，遗产我是一定会给夏薇的，你就不要再搞什么名堂了，好不好？这一点我非常清楚，遗产可以给夏薇，我不反对，但不应该是现在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我就跟您明说吧，明宇打算娶夏薇，等他们领完结婚证之后，我一定亲自把夏薇带到您办公室，让他签署遗嘱，绝不为难您。陈金宇啊，陈金宇，你行啊，把婚前财产变成婚后财产，你们兄弟两个想得真周到啊。不，明宇不知道财产的事，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和算盘。是吗？是。红叔，你也知道目前天怒的处境，我所有的算盘和操作只是为了找到一种折中的方法，既不让你为难，也不伤害夏薇的利益。等他们结婚之后，天珠归陈家和夏家一人一颗，我这么做不犯法吧？是不犯法。你和我爸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你不会连天诺和陈家最后的生路也给堵死吧？谢谢啊，弄好以后我们就会走了。老板，这都是人家的店了，你别干这个事儿吧。哎，老板，你们先忙着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干嘛？帮你啊。您越帮越忙啊！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你要听我的，不能瞎弄啊！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知道吗？遵命。
有低血糖不行？哎呦，低血糖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你这要是犯病了，只能拿重卡拉你上班。吃一口，吃，吃你个头吃！老公，哎，怎么样？康康睡了？睡了。腿怎么样了？哎，还是那样。老公，啊，累了吧你？你摸一摸，有什么不同吗？你胃不舒服，去看医生了吗？医生说了，三个月。你不是一直在吃药吗？我早就停药了，金玉。我这次想生下来，你让我生下来好吗？不，这孩子不能要。为什么呀？那么多穷人都可以养孩子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啊？朱瑾，你知道吗？红山找到夏薇了。红山怎么能找到夏薇呢？夏薇知道遗产的事吗？如果那天不是郑源跟着，那个天珠早就不是咱们的。那怎么办？我找红山摊牌了。他怎么说？这种事，一不犯法，二咱们又不为难他，他没法拒绝。那也就是说，他答应撮合他们两个人结婚了。他只是不想参与而已。如今我知道你想生孩子，其实我也不反对怀孕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医生说了，如果我这次不要的话，以后恐怕很难再怀上。不，如今你相信我，今后一定会怀上。我现在就答应，只要拿到天珠，咱们马上就怀孕生孩子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孩子怎么办？这个就算了。是不是这小子又惹你生气了？他让我伤心了。玉儿啊，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听，但毕竟我是你爸爸，我应该提醒你。你应该清楚，一个人他要什么东西，你就拿陈明宇来说吧。
你是要他的这个人呢，你还是要他的心呢？啊？这还用得着想吗？我得到他的人，不就得到他的心了吗？不对不对，孩子，这爱呀，有许多种。这陈明宇他对你是亲情呢，还是爱情呢？你搞清楚了吗？你不能一味的把自己所有的全付出去，免得以后啊伤人伤己啊，知道不知道？爸，你想跟我说什么呀？哎呀，为了那个夏薇，陈明宇把他的改车厂和车全卖给人家了，你就别再闹了好不好？就为了夏薇？是啊。起来，姐，来看我和夏薇的作品。你看，看，都弄完了。嗯，走吧。哇，好可爱的甲壳虫啊！哎呀妈呀！这是夏设计师的第一个作品，大家鼓励一下吧。怎么样，老板对我的工作还满意吗？我选的人啊，肯定是优秀的。甜言蜜语，姐你可别上他当啊。这个改装车厂卖掉和我有关吗？跟你没关系，我是要把钱还给别人。啊，你把车厂卖了？对啊，我现在是穷光蛋了，能做你朋友吗？你一定会回来的。真的把改装厂给卖了？这个你也知道啊？你跟我没有合约，有人跟我提这事儿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有时间练车喽。老婆，我想参加这次汉塔拉力赛，可这次名额才三个呀。你看这帮车主，一个比一个狠，行吗？都是为了奖金呗。是啊，专业赛车不都是为了钱吗？我现在也没饭吃了，你帮我找点活。你逗我？你没饭吃了，那我们都饿死了。我欠20万现金，要不你借我吧？好吧，我想办法。哎，野赛你敢开吗？我是专业赛车手，我就靠这个吃饭的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。见过江州的夜景吗？好美啊！这比听音乐会浪漫吧？而且还不用花钱。哎，你听。什么？那是一个改装过的穷跑。穷跑？什么是穷跑？便宜的跑车喽。这你都听得出来？那个喇叭声音是一个进口车子。他们的声音都比较强，太厉害了吧！你常来这儿吗？我们在的时候。和谁啊？子杰。没想到你还挺小资的。这不是小资，这是郁闷。我爸不让我赛车，我无聊，所以就来这边听听。
你知道吗？发动机4000转的声音，多好听啊！你这么喜欢车，你爸为什么不让你赛车呢？我3岁的时候，我跟我爸出了车祸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爸都有阴影。我1岁的时候，我爸也出了车祸，可他没你那么幸运。我问你，你最想做什么呀？我最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婚纱店。为什么一定要开一家婚纱店？因为我觉得婚纱象征着神圣珍贵的爱情承诺，而且每个女人一辈子只可能穿一次婚纱，她是属于最幸福的女人，所以我觉得设计婚纱比设计其他服装更有意义。我知道了，就像那个婚纱女王 Mary 王。对啊，她40岁的时候才开了她自己的第一家店，我现在才25岁，所以我觉得我还大有希望。好，我发誓，有一天，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，我一定会帮夏冰开一个叫微微夏的婚纱店。那你对着月亮发誓？太幼稚了吧！我怕你耍赖。以后你看见月亮的时候啊，就会想起对我的誓言。太愚蠢了，快点儿。我发誓，我有一天一定会帮夏薇开一个婚纱店。我夏薇向月亮发誓，我一定要帮陈明宇把改装厂重建起来。那房源挂出去有动静了吗？不是我不帮你，现在整个江州的房又是打折又是降价，更何况你杭州老房子没人买。我怎么这么背啊？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。要不你去求求陈明宇，他肯定有办法的。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动不动就向他要钱，把我当什么了？现在是爱情捧着面包来找你，你干嘛不要啊？这面包我吃了消化不良，行吗？这次比赛啊，起步5万，没有烧钱，庄家可以根据比赛的情况随时加价。那边砸小店的叫雷子，是个老车手，马上要转到三队。你和他挂点，叫小马哥，原来是 F1 方程赛的赛手。嗯，哎，行了，如果赢钱，你帮我收就行了。行，没问题。这次路况不好，小心。规则我再强调一遍啊，恶意伤害对手生命的出局，抄近道的出局。谁先通过终点，得全部奖金。另外，你们车里面都有对讲机和监视器，我会通过他们随时跟你们沟通路况。别废话了。好，准备。找我干嘛？坐吧。每时每刻都有花开花落去，每时每刻都会成为过去和记忆。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珍贵，每一个时光再给力也要失去，每时每刻都有
运转风起也。哦，每时每刻都有精彩和奇迹，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的不易，客客客气的成功在陶醉。纠结。